果子。哎呀，倒霉没了，连走路都会摔跤。倒霉时也有走运的时候啊。冻僵了吧？到狼堡的大锅里去暖和暖和吧。挺香的，味道一定不错呀。站住！看你往哪儿跑！哎呀，老婆！没用的家伙！老婆，尝尝我做的水果沙拉吧。真是没用，连几只青蛙都看不住，只会让老婆儿子吃水果沙拉。小灰灰下来吃饭了。老婆，味道怎么样啊？哦，好吃的都站起来了。老婆，你知道吗？吃了这个果子会全身发麻的。你这个笨蛋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在干什么啊？我明白了，你们在玩木头人不许动的游戏，我也要玩。我有办法抓羊了。小羊们，这一次你们可跑不出我的手掌心了。我来找你玩啦，我带蛋糕来啦。蓝哥哥，我爸爸叫我给你们带蛋糕来啦。你爸爸叫你来的？成功了！爸爸，蓝哥哥怎么不会动呢？嘘，他是睡着了。可他的眼睛还是睁着的。他是睁着眼睛睡着的。小灰灰啊，你先把懒羊羊送回家吧。等他醒了，你们一起好好的玩，好吗？爸爸，你还留在这里？
帮你把其他的哥哥姐姐也请回家呀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先回家了。爸爸，快点把其他哥哥姐姐请回来。嗯。哎呀，我亲爱的儿子，真是太能干了，能拖得动一只羊了。现在该实行第二步计划了。懒羊羊，我来接班了。沸羊羊，你跟我从左边偷袭，班长，你跟美羊羊从右边偷袭。我明白了，这种果叫麻果，吃下去会全身麻痹。青蛙们吃了这种果子，以防冬眠时会失眠，只要遇到高温，毒性就会化解。孩子们，跟我去救喜羊羊他们吧。村长，狼堡好像在那边。我知道，我要回实验室去拿武器。爸爸，你在干什么？哎呦，老婆真是的，连儿子也看不住啊！哎，夏灰灰呀，现在天气太冷了。我要给羊村的哥哥姐姐们好好的洗一个热水澡。我也要洗热水澡。哎呀，你不能洗，不能洗呀，儿子。哎呦，哎呦，老婆你快来啊！什么事啊？哎呀，这么冷的天不能玩水。灰灰要听话，哥哥姐姐们今晚要在我们家过夜，我们去给他们收拾房间吧。哎，过夜过夜。
子们，我们去救喜羊羊。好。村长，武器太重了。美羊羊，叫村长来救我们！你想跑？我告诉你，没那么容易。灰太狼。中计了。老公，开饭了吗？灰太狼，羊羊。爸爸，你也请热水澡暖和一下吗？我也要洗，我也要洗。小灰灰，上楼，我们大人有话要说。灰太狼，你这个笨蛋！我饶命啊！我一定会回来的。